今天我跟程石俩人准备出来捡香菇啊，因为好多天没来这上捡香菇了。喏，他在那儿啊，这风景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吧？看，一起风的话，那小树叶你看飘呀飘呀的，老漂亮了。上来看看风景也挺得劲儿啊，是啊，程石啊，这小风景怎么样？风景怎么样？嘎嘎带劲是吧？一刮风，一起风，这树叶你看飘飘散散的，贼漂亮。哇塞，秋天这山是贼漂亮，不过现在我们俩人还没有开眼呢，谁也没有看到蘑菇。哎呀，上来看看风景也不错呀，赏心悦目。今年蘑菇真是奇少奇少的，快点走吧！这玩意儿啊，啊，我研究到现在我也没研究明白。这研究半天了，你在这儿，你倒是研究出个什么结果？我在这研究点动蘑菇、啊。不是，那动物蘑动蘑你别研究了。那冻蘑已经烂了，这就是今年的冻蘑呀，就长成这个样，碎成渣了都，已经被虫子吃透了。嗯，就长了这一茬，再没有新芽、哎。你看那个，你看点那个，就没有新芽。哎，那，嗯，这个还算好，这个还算好的，这个还算好，没有新芽。今年这冻蘑没有新芽啊，冻蘑不行，这没蘑菇，你这玩意儿头茬也不能吃，里边的虫子太多了，全是那个虫子。二茬还没有，你说招人小区那种虫子。嗯，你看全都是头茬呀。这都烂透了，都烂没有了，干干的。今年的冻蘑完了呀，今年冻蘑没有了。哎，研究这是啥？主要是这东西。这个是白的哈。嗯。我们这块儿了，统一都叫云脂蘑。啊。但是吧，我在网上查的时候，有时候这玩意叫猎者菌的。外地有人叫猎者菌，但我又不确定。我们这块是统一是叫云脂。每个地方有些东西叫法它不一样。可能是，但是。这个在我们这边是药材，但我看他们就是如果是猎者菌的话，这玩意是可以吃的，就是炒了炒辣椒呗，炒辣椒泡水啊，吃我不知道，但我看他们好像是种食材，那咱们看吧，这玩意就是、啊、咱这块就当药材，看着这玩意不像那啥，这是银枝，咱就当药材，就这种小的掰一个，哎呀，我在琢磨着我要不要剪呢、剪吧，这点又太少了，不剪吧，今天又没东西，怎么办？剪不剪？剪，剪干啥呀？就这点点儿，这即便就是那个猎者菌也不够一口吃的。主要咱还不会吃。对，咱不会吃。咱这块就拿它泡水喝治病，啊，就药材。哥，我就炒辣椒了。啥叫炒辣椒？这玩意儿这跟你学的吗？人家这玩意儿当食材、嗯，这个说还真有一点儿，有什么技巧？哎呦，这边多呀、啊。哎呦呦呦！啊。啥呀、啊？我还过不去。我这边看了两块冻啊！哎呦我去！我以为啥呢？哎呀，我以为碰啥好东西了。我这整的一着急，我还过不去。冻蘑没有了，没招了。今天冻蘑没有，一直我也没有看到出冻蘑。二茬就一直没出，这种就是二茬正常的话、嗯。去年的话就是这样的大树，老多了的应该就满了。但今年这种树上就没有，不长。香菇也没有，冻蘑也没有。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？咋活呀？不行，去采肾经茶，捡白灵芝啥的去。也是，但是采点肾经茶也中。肾经茶也不多呀，问题是那玩意儿得找啊，不好找。爬树那太高啊。嗯。哎呀，那得给你买点保险。我要上树我就带安全带了，我就去买个安全带。啊，收完了，这个买保险受益人嫌我就行。我刚才顺那个树根往下走啊。然后我又看这家有一些这个木耳啊，哎，这小木耳这干透了，小木耳都干的咔咔的了。你说今年旱成什么样子？说到旱吧，头两天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，都下了几天了都，是不是？那今天一天下雨，啊，捡不着好蘑菇，捡点木耳回家。看看这木耳，这个这才是纯的野生野生木耳，这是。哎，浪费啊！我说掉一个。这是纯纯的野生木耳，回家给我10块钱啊，掉一个10块钱，我跟你说，怎么长得那么近啊、不能掉，哎，往前出溜出溜，哎呦，你别再往前出溜了啊，不往前了，我这些就够完了，啊，哎呀，这些咱俩回去能吃一小顿，能吃一顿啊，嗯，泡挺大的，这样的木耳一泡泡还大，嗯，比他们种的那大不大多了这个，哎，这真是纯野生啊，哎，干透了，喏，嗯，很薄很薄的，但是泡起来很大很大。啊，就这么两块，这一把还不够咱俩吃的、啊。前面还有一块，前面还有一块呢。弄点辣根儿，哎，是不是、啊？不吃辣根儿，快快快快快！我这现在腿脚不中，你得快跑。
还是，真是。你这人给看山芋头来了，还看马蜂窝来了？你看，还看这个山芋头。哎，这真是个马蜂窝啊！这不知道是不是马蜂，不知道啊？是吗？这是大红头蜂是吧？哎呦，没有，不让蘑菇捡个大马蜂窝也行。没有了，现在没有蜂子了吧？现在应该是没有。你别敲啊，到时候我跑不了，你跑了。我这现在腿脚不好，跑不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这种马蜂窝也是一种药材呀、啊。嗡，出来一堆灰了。挺大，挺完整的呀。挺好。要是里边有蛹的那个时候啊，没有蛹的那是吧？空了。夏天的时候是他们蛰我，冬天的时候、秋天的时候就我拿他们窝，是吧？你抄他们老家去了呗？是。有收获了。走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收获吧，今天的收获十分的惨淡，但是全当来看风景了，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去年就像这样的大树啊，那个蘑菇长得真是可哪都是。看这树多粗，今年就不长啊！你说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它不长。这样式的话，我们俩就不能捡蘑菇了，捡蘑菇就得饿死了。对呀。然后我们俩就准备去挖挖山芋头啊，捡捡白灵芝啊，整石青茶呀、啥呀的。对，整点这些东西吧。今天最大的收获是捡了个大葫芦蜂，这个蜂窝。这样像那个葫芦丝似的啊！你一条大河，冲跑了！我跟你说，冲跑了，缺水呀、啊！你不看见？不是像那么玩意儿、啊。前两天下那么多雨，你说还缺水、啊？它就干，我有啥办法？咱真没治。你看咱后边这些景儿，啊，景色哎，老漂亮了，这景儿是吧？多好！再就不错了。再就是诚实，今天还捡了点这个刺儿蘑。刺儿蘑呀，你看，这个可以炒辣椒。这可以炒辣椒，这我知道。炒辣椒。就这么点收获，再一人捡了两三块香菇，冻蘑我们两个人捡了一个，冻蘑今天都没有了。那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俩人今天的收获了。喜欢我视频的，请点赞、转发、关注一下，拜拜。